疫情关在家里真是无聊，听说快要解封，有件事情让我心血来潮，想搬桌找大家吃一顿，找个理由来开趴，想开趴不许理由，时间巧地点好，随时可以来开趴，就为亲朋好友尽情拉比赛，无限畅饮千杯再千杯。儿子快要毕业找到工作，女儿打工赚到钱，人生成就渐渐开始解锁，要庆祝找大家吃一顿，找个理由来开趴，想开趴不许理由，时间巧地点好，随时可以来开趴，就为亲朋好友尽情拉比赛，无限畅饮千杯再千杯，随时可以来开趴，并不需要仪式感，聊八卦谈是非，人生这里外太空，人生活得不耐烦，富富何求，只要就有朋友来开趴，高雄相亲最热情，再忙也要抽时间，开趴完再续拖，走到海边吃串边，朋友们都很奇怪，只有我除外，想要开趴随时就开趴。